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东。现在是周末，今天是周末，现在是礼拜天的下午。等一下呢，我准备出门了。那这一次出门啊，我是不乘高铁，也不乘飞机，我就开车子，去这个外地。那这一次去外地呢，是要去一个苏北啊比较大的一个城市。这个城市呢，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。很有名气的一个城市，宜城。宜城呢，它是这个因宜而得名的一个城市，因盐而得名的一个城市啊。而且呢，这个宜城，也是这个丹顶鹤的故乡，也是这个新四军的根据地啊。这几年啊，这个宜城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迅速的。那话不多讲了，就跟着我这个镜头啊，我们一起出发去看看吧。